各位央视新闻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央视新闻央视频同步播放的移动新媒体直播。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到全国的最大的水母馆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一起静静地欣赏水母美丽的舞姿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水母叫做海月水母。随着灯光的变换，海月水母呈现出五颜六色的样子，它的背上的形状像一朵桃花，又因为它通体透明纯净动人，所以呢这种水母也被视为爱情的象征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展厅呢，是采用的万花筒玻璃展缸，一共有六个。由于在展厅的四周安放了玻璃，显得这里有多种，有着更多的这个万花筒的展缸。那么水母的自身呢，80%的身体是由海水组成的，剩下的20%呢是由内脏等器官组成。当水母死亡后，80%的身体会变成海水，剩下的20%就会被同类捕食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海月水母也是其他几种水母的食物。
时也是在这个水母馆中数量最多的一个品种。海月水母在触手中间的细柄上有一颗听石，就是水母的耳朵，它可以在15小时之前探测到海洋的风暴讯息。随着水流静静地飘动。
现在大家在画面中看到的叫做巴布亚枭水母，它的伞呈半球状，具有大小白色的斑点，伞缘形成浅浅的伞折，不具有触手。悬垂的口腕通常呈短棒状。那么它以浮游生物丰年虾和水母专用饲料为食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水母是太平洋海刺水母。这种水母伞部具有散射状咖啡色的条带，它以小型甲壳动物、软体动物、鱼卵和其他小型水母为食。主要分布在东太平洋海域，生活的海域温度在8到14度左右，是一种低温种类的水母。太平洋海刺水母属于大型的水母，在其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伞部的直径可以长达1米，多数为50厘米左右，有24条触手，
以及4到5米长的口腕，因此可以捕食较多的食物。但因为其数量和较大的身体，也被其他海洋生物吃掉。太平洋海刺水母拖着美丽像丝带般的口腕，就像长袖善舞的翩翩舞者，在水中展开时像飞天仙女的水袖一般，随着水流摇曳生姿，让人看了会目不转睛。
间的朋友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海月水母。在静谧的夜中，我们一起来欣赏水母曼妙的舞姿。
现在看到的水母叫做倒立水母。倒立水母是圆盆在下，触须朝上的一种水母，通过缓缓地摆动着圆盘，倒立在浅水区域中。这种特殊的倒立的游泳行为，有别于一般的水母。除了会利用光合作用的能量之外，它们与其他水母一样，会用触手上的刺丝细胞捕食浮游生物。因为触手上的刺丝胞具有微弱毒性，所以还是尽量不要碰触它们。因为倒立水母的触手含有共生藻，借由光合作用可以获取能量，所以白天时会以倒立的姿态将触手朝上晒太阳。有时为了获取更多阳光，它们会聚集到浅滩上，却在退潮时来不及回到深水中，而被晒成了海蜇干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水母叫做彩色水母，游动起来非常的活泼可爱。这种水母由于体内的生殖腺或其他胃囊等结构具有色泽，而使身体在透明中出现局部的粉红色、橘红色、白色、红色、蓝色、紫色与黄色。在灯光的照射下，这种水母显现出更加丰富的色彩。
进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央视新闻、央视频同步推送的移动新媒体直播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天津的海洋馆，其中的水母展览馆。在这里，有着上万只的水母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叫做海月水母。它们时而收张，它们时而收缩身体，时而舒张身体，或者静静地在水流中飘荡。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来欣赏它们美妙的舞姿。说海月水母实际上也是其他的很多水母的食物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种水母，它的捕食对象就是海月水母。